网红的时代已经到了。王岩、夏问、猫风，欢迎来到安全屋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的赏金猎人。不用说了，你跟戴文熙必须继续合作。战，分分钟弄死你，信不信？待会帮我领人。林子的车。这次不是失败了？老板刚发来消息，告诉我们终止任务。终止调查。我养这么乖狗。我想我知道 H 是谁了。